今天吃水蜇面条，这是一罐啊，一罐是一斤。这都是化好水的，全是精华。像面条一样。特别爽口，酸酸辣辣的。这个也是短保啊，嗯，收到了冷藏，及时使用。它这里边有蒜啊，嗯，蒜末，有红色的小米椒，绿色的，非常爽口。